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准备来。那个除了爷们之外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小事情，就是从那个印象很经常就开始喜欢杨洋。那个时候刚跟前女友分开，他才一年的电影。的过程都不敢看，只敢看结局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掩盖心中的伤痛跟痛苦。就每当不开心的时候，都会看那个一箱海星分的结局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他呀。然后直到现在这个三生三世，